2024年跟着梦丽姐一起爱健康，你爱漂亮吗？你喜欢越来越年轻吗？当然，每个人都很喜欢就是越来越年轻，越来越漂亮。那陈燕有一款产品叫做活氧精粹精元露。那今天我为各位分享一下，各位都知道，我们如果有40岁的年纪，也很想有30岁的一个年轻内在。那如果不常常摄入植物性的营养呢，你就没有办法越活越年轻。所以说呢，要常常摄入植物性的这些营养，就会让您越活越年轻。那你有听到你的身体在抗议了吗？如果说当您照镜子清洁自己外表变化时，其实呢你的内在早已经老化多时了。那老化呢是一个持续的过程。研究也指出啊，我们人呢，只要到25岁啊，体能就会开始走下坡那细胞的机能呢，就会开始退化，那内在的这些脏腑啊，还有体表的皮肤啊，也会随着老化。因此呢，就是说，外表年轻不等于内在的器官呐，也处于年轻的一个状态哦。那老化呢，就是会使我们人体的抵抗力变差啊，然后各种各类的疾病啊，也会随之而来。因此呢，就是说我们想要享有年轻的一个状态呢，就是要及早进行身体的一个保养来延缓我们的老化。那应该从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来做起，然后养成均衡的一个饮食习惯，给我们身体纯净的植物性营养，然后就可以防止老化提早报到所以说老化不是老年人的专利所以说也希望说大家可以就是在年轻的时候啊，就开始来保养自己，然后希望说大家记得一定要输入植物性的营养，也就是说你可以来参考我们陈燕的活氧精粹精元露可以让我们越来越年轻，越来越漂亮那以上的话是梦丽姐今天分享的陈燕产品活氧精粹精元露希望在2024年呢跟着梦丽姐一起爱健康，一起漂亮，一起更年轻谢谢你们。